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十四篇《域外战场》第四章《三 A 神灵基地》。人好多啊，这么多飞船！罗峰等人都惊叹看着眼前场景，这是一个直径超过3万公里的大厅，那么庞大的大厅足以容纳数十亿宇宙战士集合，这得有数百万人吧？绝对有，前面都有数千艘飞船在排队了。只见一艘艘飞船按照次序停在大厅内，这些宇宙飞船上有的上千米直径，有的仅仅500米直径，宇宙战士数量也不同，有的一艘宇宙飞船就容纳百万宇宙战士，有的却仅仅容纳几名强者。别傻站着，上飞船！队长泰沃一声低喝，同时迅速从随身携带的世界戒指中放出一艘直径百米的飞碟状宇宙飞船，飞船凭空出现在大厅中。是，来了！泰沃率先沿着舱门迅速登上飞船，麾下的九名戒主战将、狂舞、神灵、毒药、岩石疯子也一个个的迅速登船。材料是19级的合金。罗峰登船时目光一扫，仔细看了眼飞船表面上的法则密文，竟然是最基础最普通的法则密文。泰沃毕竟是一名不朽神灵，而且是在域外战场活了很久的不朽神灵，弄个好点的飞船应该不难啊。罗峰不再多想，迅速登船。哗，舱门关闭，只见密密麻麻一艘艘飞船停在这集合大厅中，随后缓缓朝前方飞行，依次进入通道。罗峰他们一群人刚刚进入飞船，走在最前面的泰沃就喝道：去休息厅。不去控制室吗？罗峰笑着问道。反正是智能控制飞船，在休息厅一样能够命令智能。走在罗峰旁边的狂舞笑道。狂舞是一名紫发俊美的青年，为人和气，是整个戒主小队中和罗峰走得最近的一个。其实之所以走得近，还有一个原因，因为狂舞、罗峰都是精神念师，且长相也比较靠近。毕竟人类族群中有很多种族，长相各种奇怪模样，长相接近也是容易亲近的。片刻抵达休息厅，休息厅是大概20米的直径、10米高的房子，足足400平米的空间，让10名戒主坐着倒也算是宽敞。来到安全小窝，心里就是舒坦呐。毒药一跃，便直接跳到一个沙发上，在沙发上打滚。安全小窝，行人岩石朝四周一看，略显疑惑。这休息厅的墙壁材料似乎 F9级。金属屋檐石母，罗峰轻声道。 F9级金属，岩石惊愕的看着罗峰。对，总是带着灿烂笑容，穿着一身华丽白色战铠的神灵微笑道。休息厅是整个飞船最安全的地方，飞船主体材料是19级合金，可在战场上却根本扛不住异族的一些可怕攻击，所以队长他订购了这完全由无岩石母铸就而成的一座休息厅，也就是我们的安全小窝，遇到危险也能有反应的时间。罗峰点头，倒也聪明，买不起 F 级宇宙飞船，干脆其中一个舱室弄成 F 级的金属铸就的。单单一个休息厅我还买得起，可飞船那就不行了。队长泰沃笑道，同时下令：外景虚拟100%。第一，虽然罗峰正坐在沙发上，肉眼却已经看不到沙发、地面，只看到广阔的大厅和正在排队的一艘艘宇宙飞船。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艘艘飞船迅速飞进通道内。很快，罗峰他们乘坐的这艘飞船也飞进了通道内。沿着通道飞行，直线飞行了大概数十万公里，开始转弯，沿着一条弧形通道飞行。所有的宇宙飞船都是沿着这条弧形通道飞行。仅仅片刻，轰隆！
轰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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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条长数10万公里的直线通道一道道闸门落下，开始死死的关闭。同时，整个巨大的兵营基地的最外围通道闸门开始开启，密密麻麻上万的通道却仅仅开启了数百个通道的闸门。开启能量防御，出发！队长泰沃下令。罗峰他们乘坐的这艘宇宙飞船从巨大的兵营基地的其中一条通道口瞬间飞出，哗！从巨大的兵营基地瞬间飞出到虚空中，令整个戒毒小队10名成员全部都转头看向后方的巨大兵营基地。就算是已经很多次出去战斗的老兵们也是忍不住回头观看，即使眼界极高的罗峰也是如此，因为太壮观了。这就是兵营基地，罗峰震撼道。透过外景虚拟清晰看到那悬浮在虚空中巨大的兵营基地。整个兵营基地根据罗峰目测最起码达到数百万公里直径，这是一个比太阳还要大的战争基地。同时，这庞大的战争基地体表完全笼罩着一层彩色的能量罩，这是覆盖数百万公里战争基地的能量罩，实在太庞大了。如果近距离的观看太阳，何等震撼，更何况是近距离的观看这种狰狞的战争基地。彩色能量罩，神秘强大的固化法则秘文，一个个直径数百公里的机械炮口，密密麻麻的通道点，无数的能量点，这是一个将暴力战争机器上升到艺术阶段的完美存在。太壮观了，泰沃赞叹道。看那爆口，一般宇宙飞船都是使用能量光柱，而这神灵基地使用的依旧是看起来很落后的巨大炮口。看似落后，可真正发威的时候，那真是让人心颤的一幕啊！一炮出，一片星空完全化为虚无。白袍绽开借助神灵的眼眸中有着一丝狂热。清兵岩石完全震惊呆了，罗峰如此眼界也是处于震撼中。神灵基地，这是什么规格的神灵基地？罗峰忍不住问道。3A级神灵基地，毒药也是眼神迷离，轻声道：“域外战场是族群和族群的战争，整个第七战场总共才那么100多个兵营基地，那可是人类的战场上的大本营啊！当然是最高规格的神灵基地，就连宇宙国主那等强者也休想破坏3A 神灵基地。”罗峰也轻轻的点头。他查过机械族的一些可怕武器，一些超大型武器是很昂贵的，像星空堡垒依旧昂贵的一塌糊涂，可那仅仅只是一些堡垒，而神灵基地乃是最巅峰层次的超大型武器，每一座神灵基地都昂贵无比，而神灵基地中 3A 级神灵基地属于最高规格的神灵基地，至少是已知的最高规格，或许在机械族的老巢还有更可怕的吧。在兵营基地是最安全的，每一个兵营战争基地作为 3A 神灵基地，任凭亿万强者杀来，恐怕能瞬间将周围庞大的星空化为虚无。兵营基地是宇宙战士们的港湾。毒药躺在沙发上端着酒瓶，在兵营基地那就是最安全的，你根本不需要担惊受怕的，可是一旦离开兵营基地那就是危机四伏，毕竟这直径上百万光年的宇宙秘境，整个庞大星域都是战场。罗峰却是看着外面的虚空，一眼看去，以罗峰的视力，要知道罗峰是能够保持近乎光速飞行，依旧能轻易闪避障碍物的，所以这艘宇宙飞船
虽然速度是亚光速，罗峰却能够清晰地看到外界情景，如一些碎裂的虫族尸体、破碎的飞船残骸、一些人类残骸等等，漂浮在虚空中，有些直接被宇宙飞船一撞而过。一些残骸、尸体等等，也值钱的吧？新兵岩石皱眉地问道。没谁是白痴。低沉的声音从那阎婆罗族界主垂的喉咙中传出。宇宙飞船探测信号早就扫描过了，那些在虚空中漂浮的残骸尸体都是不值钱的，如果值钱早就被抢夺走了。如果没抢夺走，那么反而有可能是一个陷阱。新兵岩石，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宇宙飞船并没有按照直线前进，而是避让开一座座陆地残骸，一座座大型飞船残骸。罗峰听了眼睛一亮，的确是这样。因为那些地方很可能藏匿异族敌人，你要知道整个星域除了兵营基地，其他地方都是战场。锤低声道，别看我们老兵很轻松，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好马上就战斗的准备。好了，别吓唬新兵了。队长泰沃一笑，我们这次的目的地是距离026号兵营基地约8万光年的一处地方，那里是诸多强者厮杀极为惨烈的地方，像我们这等精英界主小队干的就是尖刀般的事，等会儿就能抵达一片区域，那里没有残骸，没有垃圾，可以肆意的加速进行宇宙穿梭，一旦进入暗宇宙那就安全了，可以好好的歇息。在暗宇宙中旅行，大家有3天的休息时间，抵达目的地后就是血腥的战斗了。罗峰点头。宇宙秘境不同于正常的宇宙星空，各种尘埃残骸太多，所以必须刻意清空一大片区域，没有任何阻碍来进行加速以宇宙穿梭。在第七星域战场，这样的宇宙穿梭点上亿级。砰砰，宇宙飞船尽量避让过一些危险区域，片刻后便抵达了那片被清空的区域。然而仅仅就是这么点距离，罗峰却看到数次强大能量轰击爆炸余波，其他那些界主战将们个个神经紧绷，因为他们清楚战斗是随时可能发生的。进入暗宇宙，大家就不必先紧绷着的啦。10 9 8 7 6 5 4 3 2 1，穿梭。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14篇《域外战场》第5章《解体》。在暗宇宙飞行3天，随后宇宙穿梭。都全部谨慎点，别大意。休息厅中，泰沃喝道，同时指着外面一片没有任何残骸阻碍的虚空。从这片清空区域抵达目的地还要飞行足足2个多月，可这2个多月却都是一直在各种危险之地飞行，这2个多月战斗随时可能发生。知道了，队长。毒药拿着酒瓶笑道，我们清明老兵时间最短的也在域外战场超过8000年了，哼，就算喝醉了也依旧会保持警惕的，这都成为潜意识了。要说这两位新兵才得小心点，可别拖我们的后腿啊。抱着白色紫铜猫的骷髅卫冷哼道，算不上拖后腿。毒药看了罗峰二人一眼，
老兵都是从新兵过来的。岩石疯子，你们两个可记得前段时间我们跟你们说的各种战斗经验？别瞧不起那些小经验，那可都是一次次生死之战总结出来的。明白。岩石点头，罗峰也轻轻的点头。关于这七名老兵，罗峰也发现了不少。首先，这七人老兵中似乎毒药的地位最高，就算队长泰沃对毒药也很客气。平常的时候，毒药也会偶尔训斥其他老兵，其他界主战将老兵却没有丝毫的怨言。这完全是无数次生死厮杀自然形成的一种权威。其实当初泰沃邀请罗峰二人加入这小队，当时毒药就第一个跑过来，也能反映一些问题。但是疯子，警惕点即可，如果发生战斗，队长泰沃嘱咐道，不求你们二人和其他人配合多好，暂时当机动人员，你们俩看其他七名老兵谁有危险就立即去支援即可。刚开始战斗主力还是靠七名老兵。飞船以亚光速小心的在虚空中前进，避让开一处处可以隐匿强者的地方。在一艘残破的断裂的宇宙飞船的一个舱室内，正有着三名机械族人聚集。这三名机械族人全身仿佛金属铸就，样貌非常相似，乍一看就仿佛三具金属人似的，正分别坐在三个合金以上。哈哈哈哈哈哈！这次我们三个联手，将那异族不朽森林率领的队伍全部歼灭。那异族不朽应该有猴级势力吧？其中一名机械族人咧嘴笑道：“这次 Posity 你立了大功，重伤且牵制那异族不朽，我们才能趁机灭杀其他界主。”而后联手干掉了那异族不朽，不愧是蜂王不朽啊，财产就是多。帕兹提，我们还是进行一下宝物分配吧。说着，这两名机械族人都看着第三名机械族人。这第三名叫做帕兹提的机械族人，体表有着一层暗红色的铠甲，非常的精美。他正平静的看向其他两名机械族人，随即翻手就取出了两枚空间戒指，朝着二人一扔。暂时合作到此结束，你们两个可以走了。帕斯提冷漠道。两名机械族人都咧嘴一笑，分别接住一枚空间戒指，同时迅速查探了一下。这一查探，顿时这两名机械族人眼眸中都有了怒火。帕斯提，帕斯提，两名机械族人都是压抑着怒火。还不走？帕斯提眼眸冰冷，扫视着这两名族人。这次可是我们联手的，击杀那封侯不朽的战功也是积累在你一个身上，这战利品你竟然还要独吞超过95%。那穿着深青色战铠的机械族人低声的咆哮，另外一名银色战铠机械族人也怒道：“你太过分了！”帕斯提冷漠的看着两人，就这么冷漠的看着。两名机械族人都强压怒火：“我们不求多，分40%给我们两个，你单独占60%，我们两个各占20%。”深青色战铠机械族人连说道，旁边另外一名机械族人也点头表示赞同。滚！帕斯提猛的一声低吼：“没有我，你们俩还想对付那封侯不朽？虽然仅仅是刚刚达到封侯的异族不朽，可是已经拥有不死之身，为了杀死他，你们以为很容易？你们俩知道我付出多大的代价，还想跟我分多少战利品？
给你们点儿，就是看你们是我族人的份上。如果不是杀死你们俩，会遭到族内的严惩。如你们这样的，我早就解决掉你们两个了。另外两名机械族人相视一眼，一咬牙，哼，希望你能活得久一点。两名机械族人瞬间化作一道流光，离开了这一座残破的飞船残骸的舱室。哼哼，两个白痴。帕彻提冷哼道，眼眸中掠过一丝厉芒，虽然看起来仿佛金属人，可实际上他毕竟是一种生命，身体虽然坚韧无比，却也柔韧得很。嗯，这次我损失不小，不过能击杀那一族不朽，获得那军功也足以弥补，加上战利品还算不错。不过我麾下军团实力大损，该回神灵基地，回去后好好修复下，补充实力。帕斯提思索着，每一个机械族人实际上都称得上是一个机械帝国。当然，机械帝国的强弱取决于控制指挥能力以及富有程度，二者缺一不可。假使有一支庞大的机械军团，可是单单靠智能战斗是不行的，就得靠机械族人分别控制整个军团，并且能够让机械军团施展出隐含法则的攻击，进行精妙的配合。这样一来，战斗力可能就提升数十倍、百倍。机械族人本质上就是智能生命，而智能生命一旦懂得法则，配合其天生的计算指挥能力，那是非常可怕的。再配合各种机械武器，就能将战斗力发挥到一个可怕的地步，这是一个丝毫不亚于虫族的巅峰族群。虫族母皇战斗更趋于本能，机械族人战斗却更加彰显智慧、技巧、谋略。嗯，有一艘人类宇宙飞船。坐在这残破飞船舱室内的帕斯提眼睛一亮，第九级合金制造，表面固化密纹很是低端，看起来是一艘普通建筑小队乘坐的飞船，不过不排除精英建筑队伍伪装的可能啊。不过只要实力在我承受范围内，一样解决。这次结束就直接回基地补充实力。帕斯提咧嘴一笑，可笑的人类，妄图靠宇宙飞船想要发现我的侦察点。哼，论科技能力和我们机械族比太一般了。虚空中一眼看去，随处可见漂浮的一些残骸，或是尸体残骸，或是飞船残骸、武器残骸等。已漂浮在虚空中看似普通的金属板，表面纹络非常特殊，这时候这些纹路上正在不断流窜着让人心悸的能量，能量开始不断积蓄，积蓄渐渐的在金属板表面出现了一颗呈现透明色的光球。攻击！在遥远处的机械族人帕斯提发出指令，滴轰，一道耀眼的光柱瞬间划破虚空，直接轰击向远处正急速飞行的飞碟状宇宙飞船。瞬间轰击，部分船体直接融化，同时那道光柱蕴含的强劲力量直接撕裂开那后世的飞船一九级的合金船体，令整个宇宙飞船瞬间就变成了一个爆炸的大火球。轰隆隆隆隆隆隆隆，轰击弥漫向四周，扩散足足数万公里，将周围大量的尘埃残骸给震得远远乱飞。飞碟内，我打赌是疯子获得军功多，我赌岩石，你看岩石多么沉稳的小伙，哈哈哈！这一次下来，岩石获得军功肯定比疯子多，我押岩石一魂元单位。真敢下注啊，
我赌疯子，我也押一魂元单位。我赌岩石，疯子。几名界主老兵都围在那里进行押注，因为每出去一次进行厮杀战斗，短则持续数年，长则持续数千年。而这七名老兵显然对罗峰和另外一名新兵谁能发挥更好产生了赌博的兴趣，由毒药当庄，迅速都压住下。你们两个不赌注，你们俩压住，我照接。正蹲在沙发上的毒药连忙喊道。岩石咧咧嘴，罗峰笑了笑。警报，警报，走。刺耳的智能声音忽然响彻整个休息厅，令原本还在谈笑的老兵们脸色瞬间变化。几乎同一刻，每一名老兵都迅速的取出各自的兵器。砰！警报声刚刚才响起，整个宇宙飞船就是猛的一个震颤，这休息厅的舱室也是猛的一个震荡，外层的整个宇宙飞船完全爆炸解体。而这完全由 F9 级金属铸就的休息厅，就仿佛一个被踢飞的易拉罐，整个休息厅因为那强劲的冲击力，直接被轰得在虚空中翻着滚的乱飞。因为整个休息厅不断翻滚乱飞，舱室内的泰晤队长和九名士兵都感到很是不舒服。轰！泰晤瞬间复散开强大的不朽神力，包裹住整个休息厅的舱室。所有人出去，泰晤喝道。砰砰砰，休息厅的四个舱门同时开启。走，毒药一声低喝，身上的战甲瞬间延伸包裹全身，只是露出一双眼睛。他旁边的阎婆罗族锤，一手大锤一手巨盾，就二人几乎同时沿着同一层门分出去。同时其他老兵也是两两一起出去，嗖嗖嗖，一名名老兵迅速沿着舱门窜出去，罗峰被俘的衍神兵也跟随窜出去。